啊，圣诞节又快到了，今年又是个洁白美丽的圣诞节。你看，外面正飘着鹅毛大雪呢。那是菲利兹和玛丽，他们正在期待这个圣诞节的来临呢。啊，圣诞树光彩闪亮，礼物堆积如山。乔治，我就知道是你。我很高兴你来这里。今晚我们的平安夜会很特别的。谢谢你这么说，孩子。等一会儿，你就会看到我给你带来了什么惊奇的礼物。哇，礼物，礼物！啊啊，一定是圣诞树。我想，一定是最美丽的圣诞树了。玛丽曾经是有一棵很棒的圣诞树，但那是在你出生之前的事了。哦，不不不，我都忘了，你那时还是个小宝宝呢。好了，孩子，别闹了，彼此说话客气点，今晚是平安夜哦。哦，看这些玩具士兵，我想要的就是这个。哇，还有漂亮的毛绒娃娃。我还有一个小礼物给你们两个。快让我们看看那是什么。别急别急，玛丽，你可以打开它了。哇，小滑稽人，多么可爱呀。他说的正是我，一个可爱的滑稽小人。哦，当然了，我是胡桃夹子，我靠胡桃为生。你把一个胡桃放到我嘴里，嘿，咯嘣一声，我一口咬下去就咬碎了外壳。我的牙医一直希望我退休，因为我做的对我的牙齿不好，但是我实在是太喜欢我的这份工作，咬胡桃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胡桃夹子器。你把胡桃放到他的嘴里，让他一口咬下，你看多快，胡桃碎了。正像我说的。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菲利兹，看看你做了什么，你把它弄坏了。哼，那有什么关系，它本来就坏了的嘛。菲利兹，你太霸道了。我同意。我们收到了这个礼物，你还没有感谢过乔治呢。乔治，谢谢你，这是个非常好的礼物。来，让我来看看能不能帮你们修好。修好了。哇，太感谢你了，乔治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，我保证。好了，我现在必须走了。圣诞快乐，孩子们，还有你，胡桃夹子。晚安，乔治，晚安。你今晚的平安夜不会过得很开心。哼，谁在乎？我正希望你离我远远的，你们让我一个人待着。哼，我去睡觉了。哎，我多么希望我不用睡觉，那我就可以一直陪伴在你身边，直到圣诞节的黎明。嘿，不知不觉，现在已经是半夜了。我有一种预感，今晚一定有一些奇怪的事发生的。老鼠王有时候会和他的朋友一起出现，我倒是希望他现在就来。嗯，我们去准备一下。好。